Hello，各位大家好，我8点已到，那继续欢迎各位收看哈。今天容易乱乱说，大家听我说的直播节目哈。那今天要跟各位探讨的是，八字与修行哦，八字与修行。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来讲的话，在这个世间上，罪孽太深重，所以说呢，要靠着修行呢，把自己的罪孽呢，慢慢的去扫清。这个是宗教的一个观念，那是这个是一个宗教的观念。那在这一区块，我的客人当中也是有这一种类似像修行人的，他也参加了很多的宗教，甚至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修行人。但是呢，他们有因为这样而真的八字在他们的命里面就都，人家讲的就你八字已经算不准我的命，答案没有哈，答案没有，他们还是一样照着八字在走，他们还是一样照着八字在走。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明明都在修行，我依照的所有法门都在修行，然后我很虔诚，我对人也很好，我一完完整整的一切都是按照着，不管你是信什么教都好，我就是按照这法门去走，但是为什么我还是照着八字在走呢？其实这边要分为两个部分。其实宗教来讲，它是属于比较心灵层面的，它是比较心灵层面的；命理来讲，它是一个比较现实社会的。我时常跟人家讲说，今天你在这边打坐修行，你到了那个世界，那个精神层面的世界，那个精神层面的世界，你或许在那一边，你是世界的霸主。你是世界霸主，什么都是一切依照你的精神层面去所想象的，你就是在那个世界是最厉害的、最完美的。你所有的问题在那个另外一个世界，是都可以完美的处理掉。但是你假如进入了那个世界以后，你假如进入了那个世界以后，你要不要回来这个现实的世界？答案是要的哈，答案是要的。不管那个世界多美好，你还是要回来这个世界。那一旦回来这个世界，我问你，你肚子会不会饿？你买东西要不要钱？你所有的一切，是不是要按照这个世界在走？答案是确定的哦，答案是确定的，不会因为你精神层面的修行，你成为一个得道高仙，大家都说哦你是仙人，但是呢，就算你是仙人，很抱歉，你去买东西还是要给人家钱，你不会无缘无故就会有钱出现，所以说呢，不管你在那个世界，你修行的再多高。当你回来到这个现实世界，你就是平凡人，你就是平凡人。只要是平凡人，只要他有五行的一个欲望，他只要有一个五行的欲望，八字就会对他有效。只不过他的欲望大小，去决定这个八字对他的影响性是大是小。所以说我的客户就有问过我。老师修行到底可不可以改变命运？我就跟他讲一个案例，我就跟他讲一个案例。我说啊，我们家这边有四个非常虔诚的人，每天都到公庙里面，帮忙拖地啦，擦桌子啊，庙有什么活动啊，都很乐于助人，都是跑第一个，然后对人也很好。那结果呢？有一次，这四个人呢，搭着同一部车上高速公路，就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了，就在高速公路出了一个大车祸，四个人同时都归西了。
我就问他，他们修行算很高了，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走法？有人就跟我讲，老师啊，那个叫蒙主统召，他所拜的神要从要召他回去啊。我说要召他回去，那干嘛死得这么惨？这叫死于非命啊，他不是善终啊，他是死于非命啊。那当然问我的人就嘴巴开开的啊，所以说修行能否改变你的八字命运，他没办法，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够改变你这个命运产生时候的大小，哦，他只能够影响那个大小性，他没办法改变命运，该来的一定都会来。哦，该来的他一定都会来，只是呢，你只要有修行，可能来的时候你比较看得开，严重性比较没那么大。哦，那你只要是一般人，当然一般人来讲的话，哦，心理来说他就比较像平常人，自然而然就会表现得跟平常人一样，失去了就觉得哇，好伤心，得到了他就很快乐。但我们不都是平常人吗？平常人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说，也没有说什么好去批评说平常人是怎样啊，哦，毕竟我们就是凡人。修行人他可以增，他不是增加他去对抗命的一个免疫力，他是减少对五行的一个感受力啊，哦，这边各位要清楚一下哦。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社会中，哦，有所谓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哦，这是金木水火土，它代表的是五种性质，五种性质它是同时充斥在我们四周围，哦，虽然都讲起来哦好像很玄，其实它五种性质，假如把它讲比较实际一点，其实它就是所谓的物质物欲而已，也就是说你要。你假如哦，只要对事情产生了一个欲望，哦，这个欲望不管大小，哦，它就是所谓的五行，哦，所以说五行你就可以把它想作是物质，火，三 C 产品不就是火吗？它不就是一个物质吗？我喜欢滑手机，我喜欢玩电脑，这些就是一个物质。我喜欢去游泳。游泳水，它难道不是一个物质吗？对不对？那我要穿衣服，我喜欢漂亮的衣服，衣服难道不是一个物质吗？对不对？我喜欢戴着很漂亮的链子，哦，我喜欢黄金，这些其实都是物质，只不过它是利用五行方式来表现而已，哦，它只是利用五行的方式来表现，所以说其实。五行来讲，它就等同是我们四周围的物质。那我们只要有基本的生理需求，吃喝玩乐，我们就必须要接触五行。只要一旦接触五行，你自己的运程就会被批准。所以说八字，你不要听人家讲说，哦，他因为出家了，所以说呢，八字呢对他而言批不准。不可能，那个是八字根本就不会批乱批一通，否则的话，你去看现在，尤其现在的出家人，根本就是跟一般的正常人没两样，他只不过是披着一个出家人的外衣而已，他其实自己的生活品质，他自己的品性根本就没有跟，这真的像以前一样是真正的出家人，他还是一样要钱，他一样。你也看到很多社会新闻，他一样也都在那边吃什么霸王餐，甚至跟人家募了钱，他也去吃好吃的。这一些你说他批哈八字不会准吗？一定准，这些人一定准，除非他可以修行到哦像佛祖一样。那佛祖是所有的东西他都看在眼里。你说哦，弟子跟他讲说你要死了就赶快去死吧，他是这种人。在他的眼里，他没有什么所谓的起伏，五行对他
不产生任何影响，有没有吃饭对他来讲无所谓，除非你可以练到跟佛祖一样，但是佛祖真的是像我们现在所形容的那样吗？那也不见得，说不定他在当时他也只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只不过透过后人去把他神化了。所以说，除非你可以像神话中的佛祖一样，这个人在你面前，他的一举一动，你完完全全的不在意，你完完全全的不在意。否则，只要你有起心动念，五行就对你产生影响了。那只不过哦，你可能是真正有修行的人，因为你的欲望是比较低的，你的欲望是比较低的，那五行就对你的影响比较少，对你的影响比较少。好，那我们来看，我们都知道五行是哪五种，叫金木水火土，它充斥在你的生活中，你出门一走出去就会遇到太阳，那个就是火，你要洗澡，你要喝水，这个就是水，你要穿衣，你要穿鞋，这个就是木，那你会走在土，你要吃饭，这个都是土，那你金，天气太热，你要吃个冰，冰就是属金，这些东西你都完完全全都是充斥在你生活中，所以说五行其实就是在你生活中的东西。那我们想说，假如我们想要增加我们的运势，其实它有两种方式，增加，我们想要增加，我们改善我们的运程，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一般人在用的，你需要什么五行，你八字需要什么五行，我帮你加那个五行，让你变好运，这个叫做增运，就是帮他的运程提高，把他的运程提高，这是第一个。那林俊廷，谢谢你帮我分享影片，谢谢。那第二种方式叫做降低欲望，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改变运势，它不是改变命，它是改变你的运势。我们一般人就是希望好上更好，不好的时候不要那么差，甚至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假如是像这种修行人的话，他们是在于第二种运程，他们就是所谓降低欲望，他可能一个月他花的花费不多，他的欲望程度很低，那只要欲望去降低了，降低你的欲望，你的运程自然而然你就影响性很小。我师弟他曾经有批过一个人的八字，那这个人呢，基本上他是不与外界接触的，他每天就是在他的房子里面，他都不跟人接触哦，他每天就是他也不用愁吃穿哦，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那他每天的兴趣就是看看股票而已，所以说呢，他就只有这个兴趣，所以他的欲望其实是比一般人来讲他是要稍微低的，因为他的兴趣就在那个，那平常的话他就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嗜好，他也不与人打交道，那你批他的运程，他会觉得你应该要破财，可是他觉得没有啊，我还好啊，那你要跟他断说他进财，他也说还好啊，我的财运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他与外界几乎绝缘的情况下，你批他八字，其实他会降低五行对他的影响，但是呢，他还是不脱离五行，他还是不脱离五行，所以说呢，他只是降低对他的影响，不代表不影响，记得不代表不影响。所以说呢，有很多尤其是宗教的来讲说啊，福人居福地，福地居福人，所以说呢，你要养你的心啊，把你的心养好了，你就会改运。很抱歉，它只是属于第二种的方式，就是降低欲望而已，该怎么样就会怎么样，跑不掉，那个是跑不掉的。你不要想说你住在一个很烂很烂的房子里面哦，因为你是佛教徒，因为你是基督教，因为你是道教哦，我做了好多善事，这个房子自然而然就会变好，不可能，我先跟各位讲
不可能。假如这样子的话，我们看房子几乎都不会准确，我们批人家的房子都不会准确啊，因为你只要有宗教信仰，你就会改变的。那这个是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可以啊。所以说呢，只要是在改变运程的方式啊，一般人来讲来找命理师的啊，他是处于第一种的，他想要把他自己马上改好的这种叫做增运，增运就是增加他的运势的，所以说来增加运势的，一般都会是找命理师比较居多。老师，我该怎么办？我没有桃花。老师该怎么办？我财运很差。老师，我工作运很不好。那我们怎么去帮他？哦，这是第一种的。那当然也有第二种的，哦，是降低欲望的。那这种的我也有遇过。哦，我也有遇过，那个一来以后，一看他的八字，你这个应该是做老板的。他说：“没错，我是做老板的。”那我只是想要问一下，我的公司要不要再经营下去？那看了一下，说 OK 啦，再继续经营下去，虽然不是很赚钱，最起码还是会赚钱啊，最起码还是会赚钱哦。所以说，他有因为他的修佛，他。就真的改变了运程吗？八字上就看不出来嘛，还是看得出来。甚至呢，我跟他讲说，你什么时候呢要注意，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情况，会有血腥哦，植什么是子午卯酉冲寅，没有那种东西的啊，没有那种东西，不要去在意。那所以说就会有这一种。情况啊，他本身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他也是已经皈依了，然后他有他的上师，什么都有，他对佛学非常非常的研究很深入，但是呢，他一样照着他的运程在走。那我就跟他讲，你要注意一下哈，你什么时候会有一些问题。结果他在那一段时间，他就因为。他已经几十年没有发脾气，发那种大的脾气，结果他在那时候发了一个脾气，结果一个情绪化就把玻璃打破，血流如注，赶快去看医生。然后事后他跟我讲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就跟你所讲的一样。那这个来讲，他还是一样照着他的运在走。只不过因为他是有一个修，他是修行人啊，他是修行人，所以说呢，可能他原本要发生比较大的事，他只是一个什么，手去捶玻璃，然后呢被割伤这样子而已啊，这个是对他来讲已经算很大的伤害了，因为他是一个脾气非常非常好的人啊，他是一个脾气非常非常好。但是呢，我们这样跟他讲，他还是在那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些小事啊，所以说他是属于你，只要是在修行这部分会降低五行对你的影响，他是降低五行对你的影响哦。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看了，其实各个宗教哦，各个宗教的五行其实不太一样哦，像基督教，各位猜猜看，它到底是属于哪个五行？啊，信耶稣的，啊，或者是耶稣他爸的，啊，各位想一想，我先那个，其实信基督的，各位有没有去注意到，他们的教堂几乎都是白色的，然后呢，他们要洗礼受洗。然后喜欢洒圣水，那各位就知道基督教它是五行是属水的，没错。哦，谢先生，你很聪明，它是属水的，没有错。哦，所以说你只要五行是需要水的，其实信耶稣基督对你是不错的。那中国也有一个专门管海的，啊，人家说你管很大哦。啊，是谁？妈祖，天上圣母，她也是属水的，
那再来，道教跟佛教这两个，道教跟佛教基本上这两个，它是比较偏向于观音，观音是属金啊，观音属金。那道教跟佛教来讲的话，道教跟佛教它是偏向于火，尤其你去看道教，是不是这丢啊，就乒乒乓乓的那个鞭炮声一直在放，然后呢一直烧金纸啊，在那边，所以说中国的庙，中国的道教是比较火的，那佛教传进来中国，因为要符合中国的民俗，其实佛教来讲，它本身也是比较火的哦，佛教本身也是比较火的哦，因为佛教你们看到它也是一样要拿香拜拜的啊，释迦牟尼佛啊，求你帮我怎样啊，阿弥陀佛啊，帮求你帮我怎样，所以说它都是拿香拜拜的，所以说基本上道教跟佛教它会是属于比较火，那基督教它是不拿香的哦，他们是不拿香的。所以说，每次只要是去扫墓啊，我婶婶他们都是基督教的，那各位就知道了。我们端拿香，他们就只有用手合十拜拜而已啊，因为他们是不拿香。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宗教里面哦，以比较广大的基督教、佛教、道教这三教里面，佛道是属于比较火的，基督教是属于比较水的。那什么一贯道啦，这些都算是道教里面的啊。那从宗教里面哦，有些人哦，他刚好是需要这个五行，他就可以从里面去得到他所需要的啊。所以可是有些人就没有办法啊。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信教会信到最后是反而什么都不好啊？因为可能跟他的八字完完全全的抵触。那我以前有遇过，她就是一个女生哦，然后她就突然要找我批命，然后那时候我已经很久没有帮人批命了。她那时因为我都专注在批，就研究八字上，我有一阵子是没有在帮人家批命的，大概是2年的时间，她就突然找到我，看我的文章来找我，然后呢，透过我的文章呢，我到最后我帮她看了，稍微看一下，我就跟她讲说，你这八字需要水，那。以我来讲的话，我会建议说，你就去。他说他以前是在基督教的那一种教会里面，那我就说你再回去，那个对你有帮助，那对你有帮助。那当然，他一回去以后又重新再回到那一种之前的环境，他那个感觉又回来了。他那种感觉一回来以后，他会来找我，想也知道，一定是感情受挫，他的八字刚好感情受挫，全部。就在里面又得到他的同温层，然后因为他刚好又属于他所需要的水，所以说他在里面就很快乐，他在里面就很快乐。那也有的是完完全全相反过来的，我有客人，老师啊，我是他的妹妹，这个人的八字怎样怎样怎样，那我就看了一下，这是不是忧郁症？他说对，没错。那到最后。我就跟他讲，你要注意哦，这个人不要吃素哦，因为木会生火克他的金，木生火会克他的金。结果他才跟我讲说，其实他妹妹就已经吃素吃很久了，因为他本身就是佛教徒。那我就跟他本人讲，我说你有没有遇过信教信到忧郁症的？你妹妹就是这样子，那他就吓一跳。那我就跟他讲，你不要去说他错，他既然都已经信了，就已经信了，那只好在他的空间里面，去加他所需要的五行就好了，不要去直接指责他是错的，否则的话，一旦人被人家讲说你是错的，他会极端的会反抗，那一反抗，就算你是对的，他都不会听，所以说你不要说他是错，你只要知道就好。那你在他的生活中，把他所需要的五行，逐一逐一慢慢的增加，逐一逐一慢慢的增加。所以说他在去年丙申年，
丙申年的时候，最后大约是几个月，当是金消失的时候，他又出现问题了，因为他日主又再度的受伤，又出现问题了。可是他那个问题跟之前比起来就很轻微，因为他之前是忧郁症，那时候他在出问题的时候，只是睡不太着觉而已，晚上睡不着觉啊，跟他比，就是说跟那之前的情况已经差很多了啊。那只是因为时间上他又碰到了他日主直接被克杀的时候，所以说他的状况又再起，但是已经不像那之前那么严重了啊。所以说，其实假如各位没有去研究过这些东西，或者是你本身你学八字，你只是在你的八字上打转，这些东西你会不知道，否则我不可能跟你讲这些东西，因为我客人就是这样，信佛教信到忧郁症的，你想说怎么可能？他就是偏偏这样子，而且他的姐姐还很担心，所以说就赶快，不敢让当事人知道，汇了钱叫我赶快帮他批命。那我一批出来，我批命是不会问人家问题的，我一批出来就是说是不是都这样子？他说对，没错，就是这样子。然后到最后他才跟我讲说他是有信教的。所以说，教你不管信任何宗教都好，你要记得，它只是在于你的心理层面，也就是心灵层面那一层。当你在心灵层面，你不管靠打坐，或者是你那一个各门各派的什么自己的修行法门，那个都是在心灵层面而已。那一旦你回到现实世界，你不可能去那边一个修行的啊。然后原本负债500万，修行完回来500万就会不见，没那一回事啊，没有那一回事。现实世界的问题依然都会存在，那现实世界的问题就必须要靠五行来处理了，那个是跟神佛是完全没有帮助的啊，神佛是完全没有帮助的啊，它只是在让你心灵层面里面啊会比较有力量而已，所以说在中国里面，心理学这方面是比较弱的，所以说都是以神学这一方面来替代。但是神学这一方面，各位也知道，当你太过迷信的时候，都会变成是跟神经病一样，都会变成跟神经病一样，好，那我们就讲到这一些，那我们就讲说，其实为什么在八字里面，宗教它代表的是什么？它代表的是空王星，啊，在神煞里面它就是空王星。空王是什么？什么东西都是没有的意思。空王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空空如也，啊，空空如也的意思。所以说，你不管进了基督教的教堂、道教的寺院、道教的庙，或者是佛教的寺院，其实你进去了以后，你有没有发现？你内心是比较平静的，你是不会想什么事情的啊，你的脑袋会比较没有在动，就是会放空啊。因为宗教本身在八字的神煞就是属空王啊。那各位假如有学过八字，知道空王的意思就是没有意思，就是空空如也。那它在八字的食神里面，它代表的是什么？它代表的是印。那印我们知道会怎样？克食伤，食伤是你的思考心，你的才华心。那你的印会被食伤，那印会克食伤。所以说，你进入这一些宗教的圣地的时候，其实你内心是比较不会胡思乱想的。但是呢，相对而言，它会产生什么？哦，那郑先生，谢谢你分享我的影片那各位。你要知道说，印会克食伤，所以说你进到了这一些宗教以后，你的思考能力会降低哦，你的思考能力会降低，所以说我们会知道说，其实各位，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了。你们觉得你们什么时候是最笨的？跟你说，都是学生时期最笨的，最天真无邪的，因为老师教什么你就学什么。你不会去想说老师教你的是对还是错，
所以说国中生、国小生、一直到了大学生以后，才有比较独立思考的空间。这时候大学生才会想说：“哎，我以前学的到底是对还是错？”否则的话，像国中啊、高中啊，其实就是很单纯，教你国文、数学什么你就学什么，你也不会去质疑说这些学问对或错，历史它这样写就是这样写，你就是照这样读就对了，那个就是硬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你假如去的这些圣地、宗教圣地的时候，你就是接触了一大堆的硬，那在八字的身上，它就是空网，就是让你什么都发呆一样。所以说，宗教基本上它就有这种效应，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效应。所以说，像一些为你有没有发现到，宗教大部分都是怎样？对于人生低潮的人，他们非常有帮助，因为硬它会怎样？给日主力量啊，那就是说，硬它就会让人从低迷的情况慢慢的好起来啊，它会让人从一个低迷的情况慢慢好起来。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硬的力量。但是呢，硬的力量的缺点是，你只是会接收你有的力量，但是你不会去思考这一些是对或是错啊，因为你这时候时伤是不见的。这时候的食伤是不见的，所以说你不会去思考，这个这样子到底做是对还是错，你只是觉得舒服而已，你只是觉得舒服，所以说为什么会有一些是所谓的邪教，你会觉得奇怪啊，怎么会有邪教？为什么这些人还信得不得了？因为人在低迷的时候，他给他力量，他给他力量，就这么简单而已，那。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利用在生活。那各位，你看我今天穿的，我为什么要穿一个唐装？今天我也可以穿一个背心啊，那让你觉得看起来哇，老师好新潮哦，这个跟年轻人一样哦，穿得很轻松哦。因为唐装你看到了以后，你就会直觉的认为这是一个修行者。你看，你会直觉认为说，他是一个比较有学问的人。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宗教心的运用。各位要记得，我在平常是不会这样穿的，就只有在面对客户的时候，我才会这样穿。为什么？因为这时候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它就代表的是宗教，它就代表的是宗教。那在你前面的这个客人，他就是只会接收讯息，然后他是脑袋空空的，因为他是空王星。在这时候呢，你再跟他讲什么，比较容易去洗脑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八字的应用。只是各位，我不讲你不知道我不讲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当然了，宗教心我可以在我后面在那边贴一个阿弥陀佛，你看了以后，哇靠，他妈你整个人就会觉得说哇更庄严了这个钟龙义老师那时候修行一定很厉害。很抱歉，什么叫修行？我没有修行。跟你们一样，我也都是在那边滑手机、看影片而已，哪有什么修行？只是讲话比较会讲而已，私底下就跟你们一样只是穿了这件衣服的时候，你们就会产生这种情况。所以说，神棍它就是利用这一些东西，穿起来像，后面装潢整个都像。那时候，因为你会去这一些地方，就代表你是处于在低潮期。你在低潮期的时候，你需要的是能量而已。你先不管这个能量对你是有害的、无害的，只要给你能量就好了。你只要觉得快乐就好了，因为你这时候很痛苦啊，你这时候很痛苦，所以说只要让你可以脱离这个痛苦，我先不管这个是对还是错这个是一个人的一个基本的生理，他的一个八字的一个基本原理。否则的话，人最没有运的时候是死亡。人最没有运的时候就是死亡。那我们人就很像说，像这罐水好了，它假如说这个位置它是一个能量最低，只要再低下去的生命就会产生危机的时候，当你的能量低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人就会自动的去寻找这个能量，否则的话，我们人会死亡。我们人会死亡，
就很像有些人哦，他要自杀，人生无望了，结果他突然说我要去跳海自杀，可是他可能不知道他的八字刚好是需要水，他看到海的时候准备要跳，可是他都突然他的最低能量他补足了以后，他说我人生还有很多希望，干嘛浪费时间往里面一跳，这样子不对吧？哦，他就自然而然的他就不会想自杀，因为他的最低能量已经补足了，但是呢他就只有补足最低能量让他不会自杀而已，所以他的运还是没有起来，只是没有到最低运的情况而死亡，哦，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人会自动的去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五行，哦，以免自己死亡，哦，我们有所谓的求生本能，在八字上也有这种东西，哦，所以说很多人像我的同事里面，以前的同事也有自杀的，结果他五行里面他需要火，结果他用什么自杀？他烧炭自杀，还把那个房间的门缝塞得死死的，在里面待了6小时，人家都以为说这个人完蛋了，就算救火了脑袋也应该爬袋了，就到最后什么事都没有，他什么事都没有，还被送到医院昏迷了那么久，结果他什么事都没有，然后因为他用错五行自杀了。那我也有其他的，他是怎样，他要五行要用金，结果呢他拿刀子划，结果呢那是他要的五行，只是他痛苦而已，可是到最后呢留下人生的疤痕在那一边，每次看到那个疤痕很痛苦。所以说有的时候自杀你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八字，你只要选错了八字只是痛苦而已，因为他还会帮你救火，让你在那边传啊传啊传啊，嗯，所以说要记得宗教它就具有这些特性，嗯，它就会让你比较乖乖的，嗯，你就想说啊，就像国小在学习一样，老师讲什么我就听什么，我也不会质疑，宗教本身就具有这种硬的特性，宗教本身就具有这个硬的特性，它宗教心也是一个空王星的运用，所以说各位会看我穿这样，其实就是我在运用的就是宗教的一个空王的力量，所以说你在前面听我讲，你在前面听我讲，或者是我的客人就会很专心的听我在那边讲，其实我运用的就是这一些，这一些东西不讲你根本就不知道，原来这就是八字的应用啊！八字可以这样应用，那是你不懂，不是不能这样用。八字还用的地方还很多。那我们会知道说，为什么有些人会信教信到家破人亡的？你知道食神里面有哪一个食神是会让你的理性失去的？嗯，好，各位猜想一下。食神里面有哪一个食神是会让各位的理性失去理性的，像失心疯一样，是百货公司周年庆，就去了一趟以后身上的钱全部花光光，就突然没有理性，各位可以想一下，好，那这个食神是哪一个食神？比肩跟劫财，比肩跟劫财，它具有这种特性。比肩跟劫财，我们去看，不是比劫克财，是比肩跟劫财本来就具有这个特性，它本来就具有这种特性，它具有分享的特性，它同时它就是会让你产生这个效益，比肩克财那个是破财，那个是直接破财，那会让人会有失心疯的一个情况是比肩跟劫财，比肩跟劫财，那这种东西你认你可能在八字上，你只要专注在批八字上，你可能只会知道这种东西，可是呢实际上生活中其实有这很多这种现象，宗教就是利用这种现象，宗教里面最多的是什么，你有一样的时候，那我们老师很厉害哦，那上师
哦，你的所有的一切啊，哦，你的好运都跟上师有关系哦，是上师带给你的好处哦，是不是在宗教里面时常会讲这些东西？把一所切有的一啊，哦，你的切的好运好，都跟上师有关系哦，是上师带给你的好处。一切啊，哦，你的好运都跟上宗教里面时常会讲这些东西。把所有的一切啊，哦，你的好运都跟上师有关系哦，是上师带给你的好处。一切啊，哦，你的好运都跟上宗教里面时常有关系哦，是上师带给你的好处。一切啊，哦，你的好运都跟上师有关系哦，是上不师好带意思。给你的好处。因为电脑的直播比较看不到留言嘛，我会开手机的，所以说刚刚就突然有点断讯，就突然变这样。那在宗教里面是不是啊会有这种情况啊？宗教是不是有这种情况？那各位。就是有这种情况，哦，那个就是比肩劫财，他一直在跟你讲说，上师多好，上师多好，他把所有一切的好都跟上师有关，那你的一切的坏都跟你自己本身的，冤亲债主前世有关，所以说好的都他拿走，坏的都是你自己的问题，那就这样子一直在洗洗洗洗洗，一直在洗你的。一直在洗你的思想，所以说，它就是比肩劫财的一个运用哦，它是一个比肩劫财的运用，只是各位不知道而已哦。行销，我们刚讲的直销公司，它也是这种情况哦。只要是有一个团体在运作，都是比肩劫财的运用。都是比肩劫财运用，所以说你加入了这个团体以后，很少人会在里面赚到钱，大部分都是无私的奉献。加入了保险业，我原本抱持的要赚大钱，结果只是没赚钱就算了，还买了一大堆保险。这个就是一个团体，就是说只要是运用团体比肩劫财的。通常都会产生这种现象，所以说会有邪教的出现啊，你会有遇到什么邪教的团体，或者是宗教团体，结果他信得太深，他信得太深，这个人就你就会觉得他怪怪的哦，因为被洗脑洗得太深了，都是比肩劫财在洗的啊，他都跟你，他不会站在比你高的位置，都是跟你同样位置而已，都是跟你同样的位置，然后跟你好言好语。的方式，所以说其实你只要遇到这一种情况的话，你很难脱身。其实你我们简单的讲，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这样被硬拉去的，然后呢，他们去那边唱歌，你明明就不想唱，那不是你的兴趣，但是你还是硬着头皮坐在那，那就是比肩劫财的一个特性。比肩劫财就是会被人家拉着走。所以说，你只要遇到人，遇到人一堆的团体，都是有这个现象。只不过这个团体的主旨是好是坏，各位要去判断。假如是好的，那还无所谓；假如是坏的，那各位就要自己注意了。各位就要自己去注意了。所以说。其实八字不是就只有在批命哦，你只要是把八字当作批命，那很 low， 非常非常 low。其实八字是在生活里面哦，你要从生活上，你会批命，你再去会批命了以后，你再去从生活上你去体验，然后原来有很多事情都是跟八字有关的，对，没有错。那你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去避免了，你就会去避免了。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书上基本上。有些会点到，大部分都没有讲，大部分都不会讲，因为大部分的书都只是教你批八字，它的目的只是教你批八字，但我教学生不是教批八字，批八字只是进入八字的一个门槛而已，你要体会这一些东西，你必须要会批八字，从八字里面。
再去延伸到生活里面啊，所以说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对于批一个人的运程怎样，那个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那个只是我们要进入更深层的八字的世界的一个入门而已。好，那这个就是宗教的部分啊，那我就先跟各位讲到这一边啊。那今天的第二部分，我会跟各位示范一个，我今天刚批的一个客人的一个八字。那这个八字来讲的话，各位，假如你以身强身弱来讲，他真的头会摸着头壳烧烧的，完全搞不清楚他到底是身强还是身弱，会完全搞不清楚他到底是身强还是身弱，而且他的八字里面又有所谓的伤官见官。他整个人吓死了，他整个人吓死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个八字。这个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女生，她的八字，这是她的八字。庚申，庚申年，己卯月，丙戌日，癸巳时，这个是他上一个大运，这个是他现在的大运。他在上一个大运的时候，我就直接跟他讲了，你在上一个大运不用看了，你一定是破财，因为丙火克庚金，你庚金一定不好，所以说他就会造成的是什么？这个。是他的财运，财运就不好。然后呢，己土去克癸水，这个是伤官，这个是他的正官，所以说他非常非常的在意这一件事。他说：“我伤官见官，那个真的很糟糕。”我说：“不用看，你在上一个大运，你的工作运一极烂。哦”我先跟他讲，你的工作运一极烂，而且你根本就是破财运，还有你日主直接跑出来外面。你的压力会特别特别大。那这样子来讲的话，我就可以跟你讲，第一个官运不好，第二个财运不好，第三个你日主又受克，这个算是你人生最烂的一个大运了。那他的地支来讲的话，他的地支是空的哦，这边都没有，虽然你看到很多字，其实一个字都没有哦，你看到很多字，但是一个字都没有。那他就只有一个子，子就是他的官。所以说呢，他是靠着地支的官把他的婚姻把持住的。我就跟他讲说，你伤官见官来讲的话，你的婚姻上一定吵吵闹闹的。但是因为你地支上有这一个，所以说啊，表面上吵啦，但私底下还算可以啦，还不错啦。但是财运。来讲一定很糟糕，而且啊，假如这个运再搞不好的话，你会忧郁症。那这样子听起来的话，这个人左比肩不好，他应该算是身弱吧？可是你看啊，他是强啊，对不对？他是一个强的人，所以说。他走比肩不好，这个我们可以认同哦，因为他的八字是身强嘛，要泄要克嘛，他是身强不是身弱了，写错了。所以说他走一个比肩，本身这一些就不好，我可以认同。但是我就跟他讲，自从你进入了这个运以后，不好意思哦，乙庚合一样官运比较差。一样，这边都是空的，不用看。所以说，跟上一个运势基本上，第一个，你的财运变好了，你的财运变好了，而且你在上一个大运，你那个压力，你日主被克的那个压力不见了，所以说这个运哦，你会觉得比较轻松。奇怪，各位，身强它是忌。比肩跟印的，那这个是乙木哦来生，为什么在这个运它就会变好呢？是不是
两个就完完全全相反过来。那事实上是什么？她在这个运的时候，她老公因为生意失败，让她背了，她本人背了800多万的负债，让她本人背了800多万的负债，那个压力大不大？破不破财？是不是三观见官？可是她的婚姻还是在。进入这个运，负债没有了，负债没有了，一样啊，三观见官，她还是一样跟她老公时常会吵架，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呢，她的官还是在，她的官还是在，也就是说，她不是小小的那一种。几十万的负债哦，他是几乎快1000万哦，800多万的负债哦，而且是他自己本人哦，是因为他老公生意失败，他去签票哦，他负债是在他身上哦，在这边就没有了哦。可是呢，比肩啊，这个是硬啊，他是身强啊。可是却是两个非常非常大的极端，哦，非常非常大的极端。那我就跟他讲了啦，那，哦，我就跟他讲，你不用去看那些古书啦，你也不要到网络上去问东问西的，你这个八字基本上没什么工作运啦，啊，他是一个家庭主妇而已，啊，他都靠他老公，啊，他是一个家庭主妇而已。你没有工作运啦，啊，三官见官就把你的官克掉了啦。哦，你不用看了，那你的官运不好，不代表你不能做生意哦，你不能做生意，所以说你是适合啊，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自己去啊，做做网拍，做一些生意，这个八字是可以用的哦。所以说，同样的三官见官，各位，它会产生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情况。我就跟他讲，你平常怎么做？假如没有事的时候，没有事的时候，你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就好了，不要去管你老公，否则他就真的，你去处理你的老公，你会把老公处理掉，那真的会跟老公吵架吵翻天，然后一搞个不好，说不定都把老公处理掉，就离婚了。啊，三观见官就是这种特性，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假如老公有难，他是一个不好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你的三观见官是可以，这时候的官煞代表的是劫难，你可以处理掉。所以说，各位，他在这一边的三观见官，是因为他老公出了问题。她去帮她老公处理这些问题哦，她去帮她老公处理这些问题，只是她的八字刚好遇到破财而已哦，所以说她是帮她老公背了800多万的负债哦，但是她挺过来了哦。那在这一边，她同样是三官见官，可是她同样的已经没有破财现象，800多万已经没有了哦，负债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就问我，可不可以跟他老公一起做生意呢？我说不行啦，你跟你老公一起做生意，那不就是把你老公处理掉吗？己土克他，不是就把他处理掉了吗？他说，原来这样。我说对，没错。所以说你不能跟他一起共事，但是你老公假如出问题，这个他就会变成是官煞，就是所谓的它不是再是好的事情，它就会变成是问题，它就变成是劫难，你就可以把劫难克掉。所以说平常你当贵妇就好，平常当贵妇，当你老公出了问题的时候，你再摇身一变，变为神力女超人，去帮他把所有事情处理掉，这个就是你一个八字最厉害的地方，这个就是他八字最厉害的地方，绝对不是一句话三观见官百货为端，假如这样子的话，那你一辈子根本就没有成就了吧，
但是你是不是没有成就？没有啊，你老公好得很呢、欸。哦，所以说，同样的东西，你到底要论他身强，还是要论他身弱？我不知道，哦，因为我根本就不是学这一套的。但是他的人生历练很精彩，哦，他的人生历练很精彩。这些你就必须要透过实际的拼命，去跟人面对面，你才会知道这一些东西。哦，那当然我会跟他讲，你明年要特别注意的、哦、因为你明年是你官煞运最糟糕的一年，所以说要跟你的老公、哦、要特别特别相处上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哦、特别特别的注意。那他假如又是身强的话，那明年是戊戌啊，流年都是土啊，他一样可以认。为什么反而是出现他，我可以直接跟他讲说他的婚姻会出现问题，他还问我会不会再婚，我就跟他讲说你明年假如没有好好的保守跟你老公离婚，你就会再婚啦、啊。但是你假如可以跟你老公，虽然你明知道跟他感情会不好，时常争吵，你能够忍得下来，那你就不会再婚啦、啊。那各位，他算身强还是身弱？他连他自己都搞不懂，他到处问，每个人给他答案都不一样，然后他就一大堆疑问。哦，每个人都给他答案很不一样哦，很多大师啊什么都给他，可是他就是一堆疑问。可是呢，我就跟他这一些东西。我就说你不要问我那些你的格局，你什么哪里有什么东西，你不要问我那些东西啦，我直接批给你看就好了啦。批完以后他就说哇，原来我是这样，我说没错，你就是这样子。其实这个乙木算是一个忌神哦，把他的财合走了哦，但是因为他上一个大运是负一哦，被克的这个大运是零哦，所以说呢，他的财运会明显变好。假设没有这个乙木的时候，土生金生水，它是整个旺起来哦，会差很多、哦，它会差很多。所以说，其实乙木在某个程度上是忌神哦，乙木在某个程度上是忌神，是因为丙火运的时候真的太烂太烂太烂了。哦，那个叫谷底，他从谷底才慢慢的爬起来。哦，否则的话，这个庚金其实是他真正的用神哦。这个庚金是他真正的用神，只是庚金一直都被欺负而已哦。哦，所以说这个就是八字的一个情况，从头到尾没有所谓身强身弱，没有所谓的格局，单纯就是从五行生克上去判断而已。那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他的财运何时好何时不好，你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那他本人来讲在这一边出了一个大问题，是因为日主会被直接被克、哦、他日主直接会被克、哦、当他日主被克的时候，那就是他的灾难来临、哦、那他就是他的灾难来临，所以说他就出现了负债800多万的情况、哦，所以他这个东西你不能说他影响不大哦，你可以负债几个800多万、嗯、一个就受不了了，一个就受不了，但是他还把他整个还掉、哦、他还把他整个还掉。所以说同样的这种东西就整个完全不一样哦，整个会完全不一样哦。也就是说你要论他用神什么，你会完完全全摸不着头绪，他到底他的用神是什么东西。其实说真的，庚金才是他真正的用神，庚金才是他真正的用神。这时候又勉强符合身强可以认财这个东西了，他只是勉强符合而已、嗯、他只是勉强符合，因为
运程是连续性的，你要做一个比对，这个是他之前的运，他会接着这之前的运走到下一个运。假设他这个运很，他没有到负债，他这个运他可能身价就上千万了、哦、但是他在这之前是负债，他就必，他虽然走好运，他必须要承受这之前的运哦。所以说你的运程比对是不是人家讲的哦，这个是用神运就很好，这是忌神运就不好。运程没有再这样跑的哦，运程不是一个断层式的哦，运程是一个连续性的哦，它是一个连续性的。之前不好，你现在就算好运，你要承接那个不好的东西，你现在才慢慢来。那你之前不好运，但是你守得住，到了你真正的好运的时候，你才会真的进来哦。所以说运程是连续性，这一点很重要哦，这一点很重要哦。好，那我们就回来。那就透过、一个今天的讲解、跟八字的一个解析，这是 我的客人、他是真正付钱给我的客人、不是那种网络上我随便找一个案例就直接批的，这个是真正的客人。那你就会知道说原来差一个字差很大，就算他不是用神哦，他也有可能是很大很大的差距哦。所以说我们在批命的时候，客人的运势是掌握在我们在给他解释的运程，他这时候是很相信我们的。假如我们是给他错误的方向，那真的会害死客人哦，那真的会害死客人。那今天呢就很高兴跟大家分享到这一边。假如您呢对命理有非常有兴趣，那你可以到我的部落格、那边有更多的命理资讯。那这一些影片我也都会上传到 YouTube、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是 FB 上面都可以找到我这一些、直播的视讯、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会跟各位介绍的是风水的两大主因，水跟气、风水的两大主因水跟气、那谢谢今天各位的收看，那我们明天见、再见。